今天2024年3月5日，我们今天第一个行程是贵州的黄果树大瀑布，终于来了。今天天气差不多13-14度。来吧，你两个吧，我们先拍团体照吧。好，我们拍团体照咯。哟呼！耶！
哦，头上戴花尖漂亮哦。好，来给自己掌声鼓励。